对，这些我得剪辑。现在外面也可以拍到。对。这个是外企。那边也是是吧？对，那边是灯。哦，就是刚才我们拍的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上面那个。哦，外星特遣，它主要是干什么？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是一大块板子嘛，然后要把这个板子分开，就是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这种。哦。切开，就相当于是把它切开这样子。哦，懂了。